好，我们要麻烦各位呢，您先到我们这个 OneNote 这个平台啊，那它的网址呢，您可以从这个地方进来，在这里哈，从这里 ，ekno.w.net 哈，那个呢，这个上面这个是1234的 e 哦，哎，因为有些人会不小心打成 i know，我知道你知道，但是它叫 OneNote 哈。好，那你进去之后呢，有两个方式可以进来哈，那一个呢，你用这个加入的。用加入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要麻烦各位，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社群的账号来注册。如果说您有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。好，那或者说呢，哎，我不想要跟这边混在一起，好，我想要用自己的信箱做注册也可以。那么您如果用自己的信箱做注册的话呢，这个部分它会寄一封信到您的信箱，所以您要有一个启用，要多一个启用哈。那这个是用比较标准的方法。好，如果说您觉得想要。用自己的账号注册进来也可以，好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，阿哥都来生生的娘，用访客的话，也不用注册账号的。好，那你就直接从这边按试试看就好。那么你按试试看之后呢，它会产生一个就是暂时性的号码，好，临时性的号码。那么你下次还可以再用哦。比如说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访客代码？所以如果说你看好，我这里先用试试看，好。进来之后呢，你会看到我们在右上角这里有没有发现后面有一个8位数？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你的代码，所以你把这个代码记下来，然后呢，你下次就在那边输入代码，就变成用你同一个账号就可以继续看下去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学习的方法有改变了，可能大家以往上课的方式都是老师给头前面讲对吧？但是你想上课有没有回家有预习过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也从来不知道老师要上什么哈，所以我资料通通丢在上面的，哎，通通丢在上面。那待会儿呢，不管你用哪一个哈，如果说您现在用的是这个，测试，就是试试看的也没关系，您可以来这边编辑个人资料，好，再把这个地方把您的姓跟名稍微帮我们更新一下就可以了，好，你就按储存哈，好的就按储存，这样就 OK， 好，所以你这样好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待会儿呢，你可以在发现这边，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群组？点进来，我们的在这里，起码摆第一名的是哇，我们的资料就放在这边。那以后这个还是公开的，好，就是一到市场今年的，我都会放在这边。那你点进来之后，你可以按加入这个地方，好，按加入，这样就进去了。你看我们的资料一款，我照得又欢迎你啊，哇，哎，那我们的简报彩色版的你家，你也都黑白对吧？我还有原始档给你。因为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心智图的哈，那这里面呢，我们满意调查表也都放在上面的，而且不是只有，哎，我问一下各位，请问你满意调查表，大家只要上课都会填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结果？除非你是承办人员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你结果都不知道哈。大家说啊，多一波后多一波，讲师怎么那么逊？结果都没有改正，开玩笑哈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Google 表单。哎，如果有人填了，你就是来直接看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正面的回馈？对，他敢给你删掉，你就开玩笑了哈。就是说，你可以比较，就是说我们互动性可以比较高一点。那这个呢，也是什么 ？Google 硬碟的里面的其中一种应用。那么待会呢，我们会在这边有一个叫任务，我们的资料全部都在上面，全部都在上面啊。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两段，就在这里，有没有怎么注册，怎么加入？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边再进去看，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了吧？好，所以您只要记得，就是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刚进来的时候，你选择用访客也好，或真正你想要注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记得稍微帮我们更新一下你的资料，好，把姓跟名稍微填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到发现里面的群组就可以找到我们，好，就可以把它加入，来还给你。